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Hey， 大家好，我是优干笔电。你们有玩过那种狼人杀或是奇乐那种杀人推理游戏吗？最近 Roblox 有个相同类型的游戏叫做 Faker， 我今天就打算邀请 Discord 上面的观众们加入我玩这个狼人杀类型的游戏。它这游戏里面有五个角色 Survivor， 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平民，就是我们有投票权可以投出谁是杀手这样子。还有一个叫 Detective， 也可以说是 Investigator， 可以选择就是指控一个玩家是杀手，但他不一定是杀手，反正你可以指控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Psychic 的人，好像就是类似那种灵媒的东西，你可以在晚上的时候选择一个角色，然后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角色这样子。还有一个是 Medic，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医生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在晚上的时候选择保护一个人，他就不会被杀手杀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Murderer， 就是杀手，他在晚上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个玩家去杀别人，然后你不能被其他玩家发现你是杀手，活到最后你把所有人都杀了，你就赢了。Oh my god， 这音乐也太恐怖了吧！我现在进来这游戏里的大厅里面了，虽然这音乐再恐怖，也没有我的外观还要恐怖。我直接去邀请观众们来加入我的游戏吧。来了 ，Hello， 安安，各位安。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哇，超有效率的，直接去 regular 玩。它有那个 pro 的伺服器跟一般的伺服器，我先玩这种普通的。我之所以邀请观众玩，是因为这游戏你需要一直讲话，然后我讲中文会比较方便一点，我比较习惯讲中文。这游戏很考验对话交流。等一下他们不会知道我是有感笔电，因为这游戏是有模仿disguise 的，它是有一个就是不会让别人知道你是谁啦。OK， 像我现在的名字叫做 John， 我现在 John， 没有人知道我是有感笔电。OK， 我现在角色是最没有用的平民，最没有用的平民，看起来就是一个书呆子的感觉。All of you just must survive and try to uncover the identity of the murderer. 好 ，the murderer which is you. Good luck. 我现在有点紧张，我不想拿出我的那个台灯，不然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是有感笔电。Time ticks by， 看来晚上的时候就是杀手准备要杀人的时间了。You all have lost track of time. It's midnight, and some of you decide to go to bed. 他们可能也很，应该也蛮多是新手，不知道怎么玩，所以好怕。现在是清晨两点 ，The lights flicker out, and you all scurry in a panic. 现在 murderer 要出动了。我通常都喜欢躲在这里，就是躲在这个冰箱上面，这样子我的名字就不会被别人看到了。你看，没有人跟着我过来，就代表没人知道我是有感笔电。我挂掉，我在开玩笑吗？我挂掉，我在开玩笑吗 ？You hear the power drain is turning back on？ 我第一个就挂掉了，这真的是我第一次，才刚开始玩，然后就挂掉，这太衰小吧？然后我的尸体被用在书架上面 ，Oh my god！Whatever， 重新再玩一场。为什么我又是 John？ 约翰虽小哎，然后我就是完全没用的平民。这次我绝对不要拿台灯出来，台灯太明显了。我要讲的是，我觉得我要讲的是观众。笔电加我好友。哎，这样超像的，这样没有人知道我是优干笔电。笔电还记得我吗？笔电，你在拍片吗？这是最常观众问我的两句话。你在拍片吗？可以加我好友吗？我讲这两句话，没有人知道我是有感笔电，大家都觉得我是观众。Oh my god， 要晚上了，拜托不要让我第一个死掉。我现在想谁到底会是杀手？刚刚那个人一个叫 Mason 的人，他说他是杀手，但我觉得不太可能。杀手通常都不会主动说他是杀手。我还活着，尸体在哪里？Oh my god! Oh my god! 他只是累了，想躺在桌子上睡觉而已，好不好 ？OK， 啊 ，OK，Investigator 好像离开了，所以我们要自己调查谁是杀手。Hey! 我觉得这个鱼人看起来蛮可疑的，他看起来怪怪的。这个叫做 Kyrin 的人，我要选择 Kyrin， 我要选择那个鱼人。我不知道，纯粹是第六感，因为他刚跳在尸体上面，然后又不说话。感觉是愚人，好看大家现在投票都投给谁？大家觉得 Veronica 是杀手哦？他怎么都不讲话？难道他真的是杀手吗 ？Yes, but actually no.
Incorrect. Oh my god, 我们投错人了。Golly, so sad. 现在要晚上了，然后我们现在没有调查员，然后我现在好像又被一些人发现我是油甘鼻电，我觉得我要挂掉了。他们现在都说我是油甘鼻电，那我要说我是油甘鼻电，他们应该就觉得我是不是油甘鼻电了。好吧，你不是啊，等等。现在又晚上了，不要杀我就对了。我觉得我会挂掉。Oh my god, 有个人突然消失了。You hear the power generator back on. 他尸体在哪里？他被杀掉了。我是平民。这个人说 ，Mason 说 ，Is Ellie？ 他说他不是杀手。我问 Ellie 说是不是杀手，他说不是。然后 Lara 好像一直不讲话。我觉得 Lara 可能是杀手。Lara 可能是杀手，我觉得。我要投给 Lara， 因为他都不讲话。看大家会投给谁？大家都觉得是 Lara， 我的带风向还蛮有效的。This conclusion is 结论 ，Lara 到底是不是杀手？他一句话都没有讲哦。Incorrect， 他不是杀手。Oh my god， 我们又误会一个人了。是投谁给的？投给 Lara 的。我就知道他不是杀手。现在晚上了，我觉得我可能我讲太多话了，杀手可能会想杀死我。哎，哦，太好了，不是我被杀掉，太好了。Oh my god, Mason 挂掉了。我觉得这很可怜。你看这个人讲，这个人感觉装得太用力了。JoJo， 哦、oh, ，Investigator 说 Ali 是凶手。调查员觉得 Ali 这个红衣女孩是杀手。我要投给 JoJo。虽然我觉得 Kiss 也蛮有可能的。大家觉得 Ali 是杀手？错误的 ，Oh my god， 我们要误会一个人了。我觉得 Kiss 或愚人，这一个叫 Kiss 的跟这个愚人，他们都不太讲话。我死掉的话，你就是杀手。他说 OK， 这样杀手可能会故意杀我，然后来让大家觉得他是杀手。我这样有点危险，希望我不要挂掉。我觉得我很有可能会挂掉。刚有个人躲进去，是不是？Oh my god， 这音乐代表我挂了吗 ？No， 有个人挂掉了。好，我觉得就是愚人了。愚人故意不杀我。如果是一般，如果是杀手的话，他在故意杀掉我，然后让这个愚人，带他的黑锅。愚人肯定是杀手，我觉得他肯定是杀手。刚刚那位死掉人尸体在哪里 ？Oh my god，Charlie 的头被放在电视机里面了。恭喜你上电视了，我好坏啊。哎、欸，恭喜你上电视了！Investigator 说他知道谁杀手，他觉得愚人是杀手，而跟我想的一样，我是调查员。GG， 哎，他说 Good game 了，应该是结束了，愚人真的是杀手。看来我们猜对了，是不是？现在要投票时间了。好，我投给愚人。It's time to see who the house believes is the murderer。肯定是你，我一开始就觉得是你了。恶心的东西，肯定是你吧？不要躲到天花板了，耶、yeah! ！Correct， 耶！愚人是杀手，猜对了。GG， Congratulations, survivors, you have one flicker. You are now allowed to exit the house. 从这边逃离吗？哎，第二场比第一场好太多了。第一场到底在干嘛？我完全不懂，莫名其妙就挂掉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大家一直在一开始在玩的时候，都一直在想说，他们没有在讲谁是杀手，他们一直在想说谁是笔电，这是个大问题，你知道吗？这样子我很难就是进到真的游戏剧情里面。反正我等一下就是继续假装我不是笔电，这是选女角，我的名字叫做 Joe， 我又是完全没屁用的平民，笔电加我好友，而且还故意打错字。好，我现在已经成功假装我不是笔电了。我现在就来看一下谁是杀手。拜托，不要让我第一个死掉就好了。我就这样跟着大家走来走去。我先躲在冰箱上面好了。又有一个人跟我一样躲在冰箱上面，这样子名字又不知道不会被看到，感觉被杀的几率也比较小。OK， 不是我被杀死。Oh my god， 另外一个在冰箱上面的人挂掉了。哎，是有一个人的衣服吗？他的身体。Oh my god， 这样我要怎么刷牙？谁杀的 ？Ash 还在这时候上大号，调查员做事情吧，让笔电活到最后。我想笔电已经挂了，现在又清晨两点了，我希望我不要挂掉。哦，不是我挂掉，太好了。一方面感到很难过，有人挂掉，但一方面也感到很庆幸自己还活着。Ash 被杀死了，他尸体
可以遍布的分在这个椅子上面。这人说他是幸存者，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要投给 Marley， 因为我的第六感告诉我 Marley 就是杀手。It's time to see who the house believe is the murderer. The house believe John is the murderer. 约翰是杀手吗？约翰在哪里？哦，他在这里。他完全没有想为自己辩护的感觉，在那边躲来躲去，躲来躲去的。Incorrect， 我就知道他不是。如果我死了 ，Marley 就是杀手，我就是一个大赌注啦。如果 Marley 真的杀手的话，他就不会杀我了。应该，我不知道。我觉得 Charlie 很有可能是杀手耶。查理说他不能投票，在假的，那他应该是杀手吧？哦，因为他是研究者，那应该就是 Marley 应该就是杀手了。Oh my god， 我觉得我要挂掉，我刚刚讲太多话了。拜托不要杀我，拜托不要杀我，拜托不要杀我啊！No， investigator 调查者，他刚刚他自己调查出来自己是调查者，他就挂掉了。现在只剩我们三个，到底是黑人女生杀手还是 Austin 啊？你们两个到底谁是杀手 ？Oh my god！Oh no！ 我觉得 Austin 很有可能的，我觉得是 Austin， 他反应太快了，你知道吗？他每次有人一死，他就说 No！Oh my god！So sad！ 他现在也没有回应。你要为自己辩护什么？你不要只讲 no 好不好？没有人会因为你讲 no 两个字母就相信你不是杀手。为自己有一个更强点的辩护吧。他肯定是 Austin。Marley 说他没有玩过这游戏，我相信 Marley， 我相信这黑人女生，他们两个都很会装，你知道吗？我真的，但我选择投给 Austin。如果最后 Marley 是杀手的话，我真的对以后就不敢相信任何人了。It's time to see who the house believe is the murderer. Oh my god.大家觉得 Austin 杀手 ，OK， 我觉得他真的是杀手。你看这个人一直说就应该玩傻啦，他一直装天真，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天真。我不是差点 ，Oh my god， 输了，真假的？他说他不是杀手，我被 Molly 黑人女生骗了吗 ？Oh no， 我又不敢再相信任何人了。Molly 杀手他赢了，因为只剩我们两个人，好像 ，Oh my god， the murder and one prayer remains。杀手赢了 ，Marley 才是杀手了，但他不知道谁杀，他现在还在装欸，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他到最后一刻还在装，他是完全不会玩，然后不小心玩到最后胜利的那种杀手吗？我傻眼，哦、oh.。OK， 各位，那我看这差不多这个 Flaker 这个游戏啦，我还蛮喜欢玩这游戏的。如果你们想要玩的话，欢迎点说明栏下方的那个链接去玩看。然后，如果你们想看我玩到更多的话，可以帮我这部影片点个喜欢，让我知道。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 那我收看笔电，我们下部影片见。